图是那个波基卡那个图。这就是平时我们打这个时候都是打美金的，这个图。怎么打？怎么打？看你啊，你打右路，你打右路啊，好吧，我打你右打右路，超跟我打左边，先把他们那对的那个点给占了。我先下底他，我下个底至少会让他难受一点。右路攻击失败，哎呀！这是你今天优先守住自己的脸。M25 撞到拐角，弹飞起来，然后被我一枪，又发球了。哎呦，中间那个点都丢了，咋办？不是中路根本没人了，他们斜插出坦克过来了，我这不防都顾不了了。去，我们先把中路拿下。先把中路搞过来。你快滚中路！我跟谁出去，老总别来。好吧，那我别来。我在这里路过，我还是策应我的自己的这个路，顺带帮你们那个一下吧。
我准备突一波。中路你们确定不让我支援吗？嗯，我看到有点着急。好吧好吧好吧。那我开始往他们那个点突了。出了一个豹子，你们要是需要火力支援，我把豹子可以给你们，你们要不要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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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好。三十，你要不要豹？你要不要豹子？暂时用不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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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要是中路这边打被动了，晓得吧？中路没人管。我的右路已经有敌人 M 三六了，正好我豹子去赶。
这边出租车去，你出租车去的，我就会把你坦克放了进去。你出去那边都管不好。我操，这里好危险啊！哎呀，我操！这么刁钻一个角度被人打过来了。
是一个新语。来来来 ，CS 多出点步兵攻击，协助我把他们右边那个点拿下吗？他们那边重兵防守，我这边好像比较轻松哎。我前面来回支援，我还是有两个有正常的回头权。我这个就是想问王子有没有给我小心点的助攻点，让他结构因为打分点或者不进打成这样子。华哥可能就是又有一会儿不在嘛，不管了。何大人，马上还上。真的就是隔几分钟风景不能给他玩。
管怎么打成这样子了，他妈不行冲上去直接干来了，我操！我准备往他们那个近点突击了哈，他们那边损失很惨，我这边有希望。 CS CS 来一波，来一波，帮我帮我拿他们那个点，我这边全是黑，我这边我这边
要是他聚了一下打被动了，他妈的。还有一个 M36， 另外一个 M36 在哪里？哇 M36 我的标记点，我的那个顶角有一个 M36 啊，那个36已经挂了呀。没挂，可能是又出来的吧，因为刚才是这样的，那个 Heaven 有一个坦克被我打掉了， M36 被打掉了，是一个盘星，哦，是个盘星，不是 M36， 我说错了。哎，小心 CS， 你那群步兵要被打一条线的，闪开闪开。我去把他头爆了，争取拿步兵控制他 M36， 他被我废了操作了。好，头被打掉了， M36 头被打掉了，哦 M26， 哎呀，我的他妈侧翼被打了，哎，漂亮漂亮，哦吼，人口爆了，人口爆炸。